모두 기업으로 엔티저가 등장을 其實咧都搞住我一段好處啊嘛，咁就可以睇到一啲附近啲村落啊，咁返工啊、放工嘅時間裏面，都係感受到嗰邊嘅人咧，喺個等社啊，同埋啲活動模式嗰方面係比較複雜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天水圍喺近年發展之後咧，咁啊越嚟越個社區越變得大啊，咁所以可能天水圍區裏面，而家個複雜程度咧係相比咧係我諗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嘅。 階層同埋佢哋嗰啲溝通嘅模式啊，或者佢哋啲起居生活嗰種作息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屯門區咧都比較多啲酒吧，即係當年嘅都有幾年前啊，但係當年都已經好多酒吧，我教過間學校都叫瑪利亞書院嘅，當年咁佢咧就係喺一個嗰個叫人愛運附近啦嚇。 咁多附近裏面咧，喺嗰個咁細嘅地方都有酒吧喎，但係唔止一間，喺個地方裏面。咁所以咧，喺有啲大排檔當然有啲人食，有啲食客啦，但係有啲地方啲酒吧，呢個好多嗰啲比較上啲品牛比較複雜啲嘅，唔出面嘅，即係話呢啲我見證到嘅。但係當時今日天水圍當然啦，咁大嘅地方，我又未試過行曬，所以嘅地方，咁或者都係同我嘅即係入邊畫到點讀書咁樣啦，亦都話，因為知有啲我啲區啊，可能係喺天津啊，或者係喺我都唔係好識講啊，即係直去天津嘅，之後我哋呢邊就直去嗰啲天津嘅，天日啊等等呢啲嚇，可能就多咗一啲商場啊，之後可能就出現嗰啲小朋友比較啲品牛複雜咗嘅。 咁都見到呢啲咁嘅，所以我覺得天水圍特別啲咩問題，只不過係早上8年嘅時候咧，因為同一時間裏面又有沙士，跟住之後咧就有天水圍嗰啲樓價跌咗，有好多新移民入嚟，咁個時間就咁啦，發生咗啲棉產劇啊，有啲清理啲橋樓嘅問題，咁所以嗰刻裏面先至形造咗一個所謂非常城市，呢個都成10年咗啦，係嘛？即係嗰刻裏面，但係到近幾年，我都覺得有咩秘密，你自己秘唔秘？係嘛？你住喺呢個區域秘唔秘啊？ 係嘛？只要你個人係本身係積極嘅，我覺得就基本會諗到你係嘛。咁所以我覺得佢創造一個自己出嚟嘅人咧，其實佢都係比較個消極嘅諗法去形容我哋呢個社區啊。咁當然啦，有啲人可能好贊成佢呢個睇法嘅，因為都係綜合翻頭先我所講啲嘢啊，真係好多證據見到佢係一個比即係比較低能啲嘅，可能係一個慘淡啲嘅一個城市。但係都仲證明咗一樣咧，呢個可能係一個社區。 發展中嘅社區，或者一路埋緊一個完善社區，畢竟係加熱都唔定。